影响。三段二刀。两个特殊建筑，嘟叽嘟叽，瞬间。这中国比较不算中国，当然不算啊，第一次摔倒算，对啊，啊 no， 自己摔倒也不算啊，自己摔倒，只要是摔倒都不算，唯一会算出界，出界掉剑，就是出剑掉剑，对，出界掉剑。但是比较难看。妈妈刷牙。但是比较难看。你说这边吗？首先那个主审就不怎么会喜欢。那个主审刚从早上到现在的时候，就是他判那边的上段的，或者是有不一样的姿势的，他们都判很好。都女生的。对。像这种，他就认为说就是出的距离不够远。三星座的不好，他就不查。很主观。不要主观。就是你放任自己。甚至会因为那个，甚至会因为那个裁判的。妈妈，妈妈。这个力道，开始急了，开始急了，开始了。妈妈问我，有，来一下下。小树根。